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什么任务要解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可不可以学新的啦？我想学这个、欸，哎、欸，材料够了，哦，太好太好了，哇，这个家好高哦，这个家更高，那我做这干嘛的、啊？算了，钻上去好了，好爽哦，各种蓝图，氧化物，氧化物，插一个。嗯，没有了、欸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连级这个连级一千，连级这个之后再说吧。哦，这个什么五张魔晶皮也是之后再说。哦，他解可以解这个。你遇到了一个叫李德古怪的家伙，师傅找某一个盒子，啊，就没有看到盒子在哪里哈。再说。哦，等一下我们要去隐秘港湾，还有一个。哦，一位神秘商人请你去寻找各种材料并卖给他，作为一第一次卖给。他新材料的回报，给你一笔奖赏。嗯，这应该是叫我要卖东西给他这样子吧？好吧，我们先去这里好了，隐秘海湾。咱们去隐秘海湾。没有体力了。隐秘海湾，隐秘海湾在这里来了，一进来就直接50%的进度了、欸。看来这张图应该也没有很大，我们要去找那个沙拉西，沙拉西，好，我们要去找沙拉西，进去啊。打拉西，不给进啊！哎、欸，让我进去哦。这个好像要什么能力之类的、欸，而且那个家伙说要跟我来，他到现在也没跟我来啊，我是被糊弄啦。我有点被糊弄的感觉，还是说任务不允许我现在就来？我还没有学到钻果洞之前都没有办法进来吗？好吧，看来我们只能走主线任务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这里要怎么解了。这里呢需要炸弹，需要炸弹。就是你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请你过来。哦，我终于可以走下面了，太好了。其实这也算是新区域耶，上锁了宝箱，笼子里面有东西，快救出它！有四个锁，我大胆地猜测这是需要四把钥匙吧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四把钥匙哎，呜！我有八把钥匙可以开，来吧，开锁时间，哦，有点难，有点难，呜！好，开完了。你是谁？哇，你是谁？好可爱！你救出了一位同伴，永久生命加5%。你可以透过世界地图拜访各位庇护所的好友。你 so kawaii， 你是谁啊？你好可爱啊！完了，这个世界怎么有这种奇怪的二次元生物呢？你是彩蛋吗？哇，宝贝儿，永久加5%生命，莱布利亚不错。这是可以让他过去的意思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什么东西啊？可以吃吗？好像果冻。一个游戏的角色，应该是彩蛋啊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应该是个彩蛋之类的。哦，商人来了，就是你。
我们卖切换到销售模式。啊，出售模式，我们可以卖一个稀有道具给他完成任务。我们什么道具最多？卖一个。好了，我有奖励了吗 ？Action is the materials you've sold me will be quite. I also share my stock with other merchants. 有时候我的帮忙省下材料的鬼怪时间。Watch up. 哦，解完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又解了一个很不必要的任务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。超级不必要的任务，可是他给我800块，爽！啊，但他给我800块，开心。掉蓝图了，戒指的蓝图。就是你，打这种怪就是用反击技比较好打，太硬了，太硬的怪需要反击技。好了，我们解完一个 很不必要的任务了，我们要去解别的了。安安，乐土的传说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直接复制下来的，而且这好像是一个韩国人做的吧，这算是一个韩国游戏啊。重逢，我们根本过不去，那怎么重逢？好了，我们可以去解主线了，我们真的可以去解主线任务了。因为我们刚刚那些支线任务，有些地方不是过不去，然后呢，就是没有办法进行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唯一能走的路就是主线任务。啊，太慢了！唯一能解的就主线了啊，没有其他任务可以解。老罗是台湾人吗？对啊，我是台湾人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来这里了。继续吧。你撒那什么东西啊？撒尿吗你？你撇成这样子。乱撒一通，你妈有教你不能在地板上这样乱撒吗？又有写宝箱的样子，可是重点找不到宝箱啊！只会跟我们讲说这张图有宝箱，可是谁知道在哪？我大概知道宝箱在哪里了，在这里吧？哦，不是，这里是存档点。那宝箱到底在哪？我觉得我先存档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哦，这是自动存档啊，这会自动存档啊，我不用手动存。宝箱找到了，在这儿。啊，按错了，又按错了。给了一些东西这样子啊，我看一下这里底层有什么东西啊。对，我们刚刚来过吗？对，我们这里来过了。
老头你长什么样子？哦，老头你怎么长那样？我不知道哎，他就长那个样子啊。我也不知哦，太好了，素材。你住哪个县市啊？我住台湾区，知道吗？这么想要知道我住哪里？你想对我干嘛啊？你是不是想要看着我的照片，然后想色色的事情？不可以，知道吗？使用者付费。啊，这么想知道我住哪里，然后都在那边偷拍我，然后想色色的事情，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。不用多说了，你就是这种人，想色色的事情。好。不错不错，我掉下来了，这又有宝箱是不是？去我家玩不行，我不想让你去我家玩，我上不去了。啊，这里，台湾区，耶、yeah 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个打斗的感觉？这又是哪里？这里好像似曾相识是吧？又是你了，奇异果。我们的果果飞上去了，有怪物？为什么？刚怎么看都没东西啊，现在突然出现东西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果果不见了、欸。我们的火龙果去哪里了？火龙果，哎，不见了哎、欸！等等，咱们的火龙果去哪了？哦，在这里啊！哈哈，哦，也太布利亚的简单了点吧？哎，让我下去啊！我要捡那个东西。我那边有三把钥匙哎、欸，好想捡哦、喔！我知道了，呜呜，让我下去！呀，重力加速度，相信我可以。哦，好像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的。台湾区几号？台湾区299号。台湾区9453，是怎么回事？换另外一边来着了吗？哦，你过来了，很高兴你能过来这里。好，你这边有个存档点，自动储存。我觉得这个通风口应该是从这边接过来的吧？我想。哇 ！Dust, wait.陈，等等，哇，这是谁？高伦吗？高伦巨石怪，这生物对正面攻击防御很强，等着瞧吧。哇，被挡住了。好吧，那是个馊主意。他几乎刀枪不入，除非你用格挡击晕他，就像这样，就像怎样？好吧，你赢了。He went down. 他跪下了。Dust, would you like a refresher on? 我不要，我已经会了。Very well. 哎呀，打我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叫你打我。来啊，打我啊！啊，我又错了。大哥，格挡好难学啊，怎么办？我突然觉得我不是这个料哎、欸，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学格挡的料了，我应该隐退了。又来了，再次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嫩逼，来呀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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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怎么那么难啊？呜！
哎呦哎呦哎呦，破壳魔哎、欸，破壳魔不要这样，乖乖，乖乖破壳魔，要当个乖小孩。这是谁啊？等一下，这是谁啊？你是什么？青蛙族吗？好可爱啊！哇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 Sure, sure 我不确定，他一下子就跑了。多卡哇伊！我要追着他。啊！我拿到什么？儿童吊饰，儿童吊饰的蓝图，好奇怪哦。好吧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我想有了，可以再做一个啦，是不是？对，再做一个，可以是带两个吗？可以耶，那当然是这个最好啊，加攻击又加防，带两颗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哎，还没死，死了死了，大概要录多久、啊？播到我累为止啊！你放心啦、啊，这个影片之后会上传到 YouTube 啊，之前没看过的我还是会上传啊。哇！你好，你这个是那个吧？你那只不是英雄联盟那只吗？我的！你好强哦，我怕你了，卡利斯吗？好吧，你是卡利斯。卡利斯欸，根本是卡利斯转世，就是先吃一点血量。明天会开直播吗？有可能。有没有雷格尔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搞不好有。你看这边一堆扣壳魔，我相信一定会有雷格尔的。好，又来了。弱，一两下就解决了。我拿到一张蓝图。又拿到一个蓝图是什么的、啊？哦，又是这个蓝图，15防御，哎、欸，材料刚好够哎、欸，侵蚀、轻型石甲，轻型石甲，那当然做啦，做就装了嘛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掉其他的饰品哦，祖母链、祖母吊饰，材料完全不够。强化物，哇，攻击加40，有了，庞大的攻击力。哎、欸，那这里是没有路可以走了是吧？那我要怎么回去啊？这里是没有路可以走啊！哇，这里无路可走啊！这男的还是女的啊？这个男主角吗？这男主角是男的。好像要断线，没有啊，没断啊，正常啊，没有断线啊。该是要走这里吧？对，走这里。哦，按这个可以把我们的金币吸过来，没错。决定了，我的1000 combo 就这样子练出来的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练1000 combo 吗？好、啊，
没有血量，没有血量的不能一千 combo。好吧，放生你。好狠哦，被我打了不知道几下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到了，到这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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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